闪光效果一般，闪电弹球给的角度也一般，还要再远，抓到探明了，而且打闪探明被抓，伊泽完成补枪，伊泽的枪真的非常的硬，但是目前看来人数还是第二季的优势 ，A 点依旧还有两家枪，现在伊泽他还在杀，三个人感觉要来，这局得甩，看到手了，王导后还有击杀。那这一波补枪，伊泽完成了补枪，但是接下来对身来打一个长刀的小卡主四杀了，打四个没掉血。这种慢打节奏里，第二季是会搜的，所以斯波想出来抓谭敏被接住了。第二时间，卢克驾驭巨刃再往里飞，平步青云的一波近点，再来找人打。哦，甚至交了一个无效命令去买保障，这是一个安吉一口分，这边混烟。58滴血贴脸 CB 还被摘掉，四杀到手，有没有五杀？58滴，他能扛正义的一发。来了，晃身帮他去骗枪路，五杀到手。第一枪没架住，但完颜我直接冲斩啊！一炮双响，正面要拖时间，但这个绕后真的好绕吗？第一有回复，第二有炮台，炮台响了，得双拉才行，压缩一下位置，闪开反穿，黄图问颜被反杀了。啊，正面反而是打赢了，最后还有一个回复，配备27滴血，他得绕，打掉了一个人，现在他的位置是一个名牌，再收一个弹，进回复的瞬间，赖福音已经是稳稳加出一滴血，爆能器已经可以安装在点后，二楼有人，奥特姆硬把爆能器安装完毕，点里有人，安眼推，安眼和真妹和小开有点重合，推到了火灵，哇，天哪，两个人就足以把一点打穿了。峰峰的这个位置有点刁钻吧，直接拉掉，柏林又反问了对面一个，什么情况？峰峰手里握着一把狂徒，把 B 点清干净了，可以比较从容的安装爆能器了。但是这个爆能器是一个点后包，三个人应该是要支架了。有一手有黑，但这个黑不太好推哦。我的，哦，峰峰四杀完烟火冲的完毕，这一分赚的盆满钵满。给我去到 B 栋，他们了，给我去。左边，都死吧，死完了是吗？死完了，死完了。把锦江踩死，你说这站左边去抢下去行吗？来